傅恒是一个光明磊落然后满心正义的人，他认定了爱情，他会一辈子去守护，哪怕为他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你们俩聊这段的时候要靠那么近吗？不用吧，那个关系并不是。我们俩关系好着呢。我觉得每一场戏对我来说印象都很深刻，因为我把每一场戏都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一场戏来演。清朝嘛，它跟那些玄幻剧啊、仙侠剧那些不一样，因为那些可以用特效就可以，但是清朝的话最接近历史，就是要拳拳到肉、拳打脚踢，当然会受伤，经常受伤。打，走。真的吗？好吧，真的动作就慢。我们剧组衣服和道具这些不用说，当然是最好的。Doris 做的衣服都是顶级的，道具的话真的就是像于老师说的，都是一针一线手工制作的。延禧攻略这部戏让我感受到清朝的氛围啊，清朝的环境，清朝给人的一种有很大的一股气场在，好像你在明清宫里面就感觉你就生活在那个年代，我感觉已经慢慢慢慢的融入那个年代的人物了。